嗨，今天要来边化妆，然后边近况更新一下。没拍过这样子的影片，好像也不算没拍过。之前那个 Q&A 就算是像有点像讲自问自答的概念，就是我要来讲一下我最近的近况，然后分享一下打工换宿的事情。首先呢，就是来说一下我为什么会来打工换宿。总之呢，就是因为我八月的时候不是做了一份工作嘛，但是就做到八月底我就辞职了。辞职之后还是有继续找别的工作，也面试了很多，但我后来就全部都拒绝了。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要一直盲投一些自己不想做的工作，所以我就想说，那就来放空一下自己好了。其实也是因为有跟朋友聊天聊到，他就说那你要不要去打工换宿。从来没想过在空白的期间要出去做什么事，也没想过要打工换宿这样，但是后来就选择来打工换宿。好，再来就是为什么要选择回台南打工换宿。其实我找了蛮多间打工换宿的地方，也有找到宜兰啊、日月潭之类的，就比较偏远，也没有到偏远，就是比较真的就是民宿感的地方。怎么说，就是找了很多间之后，最后找到了这一间，这间叫快活慢行。最后选这一间的原因就是想说，一，它在台南，二，它比较好抵达，像什么南投啊、宜兰那些，我觉得搭车比较麻烦，台南就是高铁一搭上来就可以到的地方。主要是因为这个城市是我很熟悉，也没有到很，但是至少是我熟悉的地方，毕竟我也是在这里待了四年嘛，就是求一个方便性跟安全感，应该是要这样。如果要说为什么要选台南的话，还有第三点，就是因为 还有很多朋友都还留在台南，我想要回来找他们玩。然后台南也，我觉得至少它比较城市，然后我也了解它的交通方式吧，我知道我搭什么车就可以去哪里。那其他县市我就是完全是一个很陌生的地方，我就不知道我到那里会不会对什么都完全不了解这样。我现在要化的妆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外出妆而已。是来台南，因为都在上班，我通常都是素颜上班，因为我要打扫，不会想要化妆，都是下午要出去，简单随便化个妆，真的很随便化的那种。接下来要说一下我打工换宿的工作内容大概是什么，就是大家知道的那样，打工换宿就是帮忙做一些房屋的工作 ，housekeeper 那种。我只要撤床单，怎么说，就是我只要把脏的床单拔下来，我不用去铺床什么的，那些都是我的管家会做的。我真的就是负责，完全是负责清洁啊、刷地、刷厕所那些事情。像后现在我在公共淋浴间，这三间是淋浴间，然后那边两间是厕所。我的工作主要就是打扫这些公共浴室啊，然后楼下有两间双人房，有自带的私人卫浴，那也是我负责要打扫的地方。还有可能有时候如果我要上早班的时候，要帮忙做早餐这样。对，我的工作主要都是这样。我从10月12号下来台南，我13号开始上班，我要做到11月13号。他们是跟我说，做满一个月有8天的假可以休，好像也不用做满一个月，你只要做5休2的概念。所以我一个月有8天可以休假，做满一个月的话就有2500块的零用金，这个就是真的要做满一个月。2500就刚好我台南新竹来回的车票就这样，高铁钱刚好没了，也还不错啊。再来就来说一下我就是休假的时候或者是下班的时候都在做什么。我一天最长也只要上
我算过最久大概也是只有四个小时，然后做完那四个小时剩下的时间就是完全是自由时间，我也不用在这边留守。通常我都看我下班的时间啦，如果大概两三点下班的话，我就会出去咖啡厅剪个片或者是看书。我带了三本书来看，已经看完两本书了，看得有点太快，所以我如果下班时间比较早的话，我就会出去剪个片，然后看个书，喝个咖啡这样。那如果下班时间偏晚，可能四点左右，我就不会想特别跑出去，我就会待在房间看个影片，晚上就去吃晚餐这样。像我才来几天，第二个礼拜我已经剪完两支片，算很好剪的那种，我觉得很好，可以规划自己的时间。应该是因为每天都固定时间起床，然后固定时间上班。补充说明一下上班的时间，有时候十一的时候十二点，像今天就上了，今天我一个人上班，我就九点下去这样。再来讲一下一个人来会不会发生什么事了。台南，我来台南这几天，每天这个站起这叫什么啊？战机吗？我不懂，反正每天都有这个战机经过，大概一个小时就会三台过去吧。好，再来就是因为我的管家那时候联络我的时候就有问过我这个问题，他问我说现在只有我一个人来做小帮手，那你会不会觉得很无聊，或者是一个人来会不会害怕？我是觉得我不会觉得特别无聊还是怎么样，因为我本来就是想要来这边自己跟自己独处的时间。我就有说我不会觉得我现在一个人来很无聊这样。至于寂寞跟害怕，我觉得在特定时间，比如说晚上民宿有时候不一定有客人，像礼拜一礼拜二这种平日的时候真的会完全没有住客，我一个人在这顾这一整栋，这种时候我就会有点害怕，真的只有我一个人的那种感觉。然后还要从三楼再跑上来这里洗澡的时候 ，Oh my god！ 寂寞的话，就是每天晚上要吃饭的时候，我真的不知道要吃什么。虽然这附近全部都是吃的，但我真的不知道要吃什么。所以感到寂寞的时候，就是要吃饭的时候；害怕的时候，就是晚上一个人在这里的时候。接下来是，一个人都去哪里？然后在做什么？就像我刚刚说的，我不是去路易莎剪片，就是在二楼的阳台看书，几乎都是这个模式。然后假日的时候会跑回去长荣那边找他们玩。但是像放一整天假的时候，我就会思考一下我要去哪里玩。明天我排休，所以我就想要去哪里。像是徐轩就会推荐我要去哪里。他就会一直传很多 link 给我，叫我去。对不起，画眼线的时候就没什么声。所以我一个人通常不是在咖啡厅，就是到处乱跑。有时候会骑脚踏车出去一下。这里骑脚踏车可以到的地方其实很多，所以我都会骑脚踏车。最近大概就是这样，毕竟我也才来第二个礼拜。发生的事情也就那么多啊，但这里真的到假日的时候真的会爆炸，尤其是因为我们在蓝赛图的正旁边，假日真的很热闹，客人也会特别多。假日的时候收房间收到很会发疯的那种。遇到的客人目前都还不错啦，偶尔会遇到一些比较，你知道，就是那种客人。不太方便讲出来什么客人，讲话口气比较不好的客人，这样。就那时候我一个人留守在这里，好像九点多了吧，我一个人在这，他就来问我问题，我一问三不知，真的是很怕我讲错什么，然后他就觉得这间民宿怎么样，就是这样子啊。我最近的日常生活就是这样，
然后日常妆容就是这样。嗯，这支影片我也不确定剪不剪得出来，因为我边化妆边讲话，我已经搞不太清楚自己在讲什么。但我这么闲，应该是会剪出来啦。我没事做，只能剪片。而且不知道为什么我来这边看影片的时间缩短很多欸，在做事情也不能看，下班之后也不会想要马上看影片，我都在听 podcast。 我最近听 podcast 的时间比听音乐来的多很多很多很多。顺便练一下我的英文，我在听那个 No Dad Podcast， 是一对夫妻一起经营的，还蛮有趣的。以前从来没有想过要听 podcast， 因为我觉得听声音我没有办法集中，结果听声音比看有画面的东西还集中。为什么突然讲这个？好，对，所以我最近在听 podcast， 然后晚上就会在住在二楼写日记。看影片的时间就只有在这里吹头发的时候，还有要上床睡觉在床上的时候。我觉得这样很好，感觉有点 social media break， 也没有到 social media break， 我一直有就是发一些现实动态，就是记录一下在这边的日常生活这样。有时候上班的时候也有录一些片段，我会再另外剪一支在这边的 daily vlog 这样。不知道哪一支会先上，可能这一支，可能那一支，应该是这一支先上，大概就是这样。如果你们看到最后的话，感谢你听我最近的日常听到最后，那我们就下一支影片见咯。 Oh my god， 我很少这样开场闭场， awkward， 拜拜。